感恩卢台长能够亲自给我现场看图腾。要命！我是1942年生人，名字叫尚志光。你看，大家笑你，为什么笑你啊？因为学这个法门都知道，如果叫台长看图腾，如果报名字的是看死人，报生肖的是看活人，他保证我的名字叫什么，肯定是不懂的，所以人家就笑你了。你就说属什么的？属马的。几几年的？1942年。我看看啊，1942年属马的是吧？哇，年轻时候很厉害啊，什么都能干的。对。哎呀，现在不行了，掉头发了，对不对呀？是。那你现在叫我看什么？你讲给我听好吗？我自己给我自己已经念了200多张小房子。哎。我现在问我身上还有没有灵性？关键我最近我最主要的是腿疼，我已经为我这个腿疼念了64张小房子了。嗯，腿疼是吧？嗯。现在痛不痛啊？疼，右腿的小腿肚子。我知道，已经看见了。我现在马上叫你不疼好吗？哎呀。大家说要不要？太感恩了。你现在痛是不是？对啊。对。好。热了吗？腿肚子这里热不热啊？有点热。嗯，马上更热。那我先帮你一关归一关啊，先帮你治了，不痛。好，痛不痛啊？现在？现在不疼。好，看出来帮你治好了，但是要讲给你听，什么原因？一个小男孩在上面，你肯定是打过胎的一个小男孩，你打过胎没？打过胎？讲嘛就讲了，打胎有什么关系？打过一个胎。嗯，好嘞。我怎么听这声音有点像我是一个兵啊？好了，老妈妈，记住很简单的道理，打胎就打胎，过去的事情是过去，过去我们都不知道，有时候不懂，没有关系的。但是过去做错事情，并不代表没有事情。你听得懂吗？所以我希望你好好的念小房子，把它超度掉。我可以让这个孩子到梦里来看你的。